前抽咗三粒卵子，就突然间谂起，系缺咗卵喎，不如嗌佢去试下嗰三粒先啦。得三粒真系唔好渺茫，都要试啊，唔系点对得住嗰三粒？因为佢都忙，佢又啱啱开诊所。又要做好多嘅嘢，又飛嚟飛去。但佢最近 keep 到，佢最近瘦咗又靚仔咗。佢有 keep 住呢個健康嘅身體，應該係最好時機去陪。我就開始狂嗌佢，不如你去下去陪啦。我嗰幾粒可憐嘅卵子。想当妈妈，做好太太，对，这不是很好吗？什么？不容易，就是想当妈妈。想当妈妈，哦，想当妈妈，这个很好哎。我是想生孩子的人啊。